公主何时学会害羞了？跟心上人在一起，哪个女孩不会害羞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幸福马啪的一声就把门给推开了，抱着公主就往床上走。这种男人谁能不爱啊？ 怪不得心腹马比先前两位更讨公主欢心。公主在心腹马房中。怎么？公主说她在正式房内时，谁都不许打扰。 公子，您觉得会不会公主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你去打探一下消息，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好嘞。你今天看起来真美。公主何时学会害羞了？不跟我解释前女友留宿的事，居然还挺理直气壮。 跟心上人在一起，哪个女孩不会害羞啊？你想和我说的就只有这个？这句话，该我问公主才对。还嘴硬？你已经回来许久，怎么还未向正式请安？请安应该在辰时，现在辰时已过，请安反而显得不敬。胡搅蛮缠。 纯属借口，怎么？公主想让我第一天就对正驸马不敬吗？哎，你公主，你不必烦恼，毕竟来日方长嘛。驸马所言极是。以后每到辰时，你都要给云秀请安。我们走吧。 公主，驸马，公子，之前啊，凤阳将军和正驸马曾经对峙过一次，将军觉得他很有问题，公主为了平息事端呢，把他安排在咱们府上的客房了。